东北千万网红房檐小哥到底多有钱多豪横，昨晚带货杏花村摆酒时竟让粉丝随意报价，你们说多少价合适？九九九，你出去。本以为是句玩笑话，没想到最后爆出价格的那一刻，直播间数十万网友全都坐不住了。整个抖音里边你盐地卖酒是最卷的，你知道吗？给其他达人都卷懵了都啊，商家都卷哭了都啊。我先给你来个山西特产杏花五零，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，纯粮酿造，固态发酵，每一款酒上面都带溯源码，保证品。这小盒多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低调奢华有内涵，今天直播间里边299两瓶包邮回家。如果说兄弟们你们还嫌不够的话，我就299三瓶，然后再给你加一瓶，四瓶包邮回家。我得让你知道知道这是什么酒，你看着没，这都是国标的，兄弟们配料表非常干净，只有高粱大麦豌豆水，剩下啥都没有了，对吗？这叫正儿八经东西，299六瓶原箱，你要是嫌不够的话，你这么的来，我就再给你加两瓶，八瓶。这酒75一瓶，75一瓶，哎呦我的妈，75一瓶，原价160多，今天在我直播间299，1234567，按照你说的75一瓶，对吧？八瓶都多少了？你这么的，299，我直接我给你10瓶，我让75，我的，我真就是的，我还有我真的，我来12瓶，原箱发货啊，看好了。山西特产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啊，酒精浓度53度，青花50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，清香典雅保证品。如果是假的，房檐直接赔你4倍钱。今天直播间里边299，直接12瓶两箱发货，还给你代理袋，299，上链接。多少肚子？53吗？没有酒杯，多便宜了都啊，都多便宜了，你还要酒杯呀？然后买了我产品的，买了我货的啊，兄弟们记住了一个事儿，只要是拍了我产品了，无论产品质量有问题、物流有问题、哪里有问题都没事儿，直接告诉我，我这边一定给大家，一定给大家解决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大家能够到我们这儿来买货，这是对我们的一份信任，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。如果产品有问题、物流有问题、客服有问题，该咋着就咋着，不要因为你喜欢房檐小哥就过去了，那不行，1块钱也是钱，2块钱也是钱，不能让粉丝寒了心啊！感谢兄弟们的捧场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舞台走秀，这小姑娘长得多好看。这大波浪呢，这长多漂亮，哎这真好看，咋研究的呢？哎呀，谁研究出来的呢？哎呀，这俩小姑娘真白呀，哎呀妈，这腿比我命都长啊，这腿呀、啊、小花走上了舞台，非常精神一小伙，大肥脚送给你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废品，跳舞能跳一下午啊，这小子能连续翻600多个跟头。这是我们的小胖孙志宽先生，绿幕直播非常魔幻啊。这是我们的老驴，那直播间里大哥太多了，那来吧兄弟们，准备情绪，请看房檐小哥 VCR。太帅了 ！OK， 兄弟们，准备情绪，房檐小哥登场。第一时间过来到房檐小哥这里，现在拿出手指点点赞，先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。在小小的花园里边啪啪一顿挖，种小小的种子开个小小的花，
在大大的花园里边啪啪一阵挖，正大大的种子开个大大的花，在什么样的花园里边啪啪一阵挖，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个什么样的花，花花也花花，花花对花花，跟着我的音乐聊起来，来呀、啊，来小皮球用脚踢，我这马铃开花的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，我这二八二九三十一，就是寻梦高原红啊，圆梦的梦驼铃，梦中的你我的梦里共醉，情真是雨蒙蒙，爱你光鲜长，爱别再回家，真的爱糊涂的爱，可爱的蓝精灵，他妈开个场比种地都累挺，哎呦天！欢迎直播间里的兄弟们，欢迎你们！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光临到了小哥这里啊！感谢大哥送给我的抖音一号，谢谢你！感谢孩子气大哥送来抖音一号，这个舞蹈带给你大哥啊！还有瑞尼，来！谢大哥，谢。来啊！玻璃棒，你这个，呸！有钱？谁送跑车了？刚才呀、啊？这太有钱了。嘉年华吗？谢谢大哥的嘉年华啊！欠一个跑车，跑车。感谢倩倩姐送来保时捷。跑车还跳啥呀？我这么大网红啊，跑车不跳了。说两句话。谢谢大哥啊！谢谢大哥捧场，这样。刚开播，咱直播间里的兄弟们，先吧、啊。感谢孩子亲送来嘉年华，这好大哥，万岁！